Hello， 久违了各位玩乐主播的泰语教室，一分钟学会泰语教室。今天呢来到什么呢？嘿嘿，我今天没有要介绍菜，因为我已经吃光光了。然后吃光光呢要介绍什么呢？介绍调味料。到泰国餐厅你一定要加调味料，对不对？来，现在呢有没有看到这一盘有非常多？这个叫什么？好，告诉各位哦，这叫做 sauce markethead， 就是番茄 sauce markethead 就是番茄酱。接下来这个。这个叫做 sauce chili， 前面好，前面开 sauce flake 啊，说错了， chili 是英文啦， sauce flake 是辣椒， sauce flake， 来，下来这个，当当当当，酱油怎么说？叫 cu 叫酱油，不是 icu 哦，是 cu，OK，cu， 来，胡椒粉，很多人喜欢加胡椒粉，对不对？胡椒粉叫做。Pad Thai 是辣椒，泰是泰国，泰国的辣椒就是胡椒。Pad Thai， OK。再来，盐巴怎么说？葛叫盐巴。那么这个，千万发音要标准。这个叫做辣椒鱼露，千万不要跟我说屁股懒趴，屁股懒趴不是。这个屁股懒趴是台语哦，导游乱讲的。真正的发音标准叫做 Pad Namba。Click 就是辣椒 ，number 就是鱼露 ，nam 是水，花是鱼，所以 click number 就是辣椒鱼露，学会了吗？好，那我考你哦 ，I test you，what's this？Sauce market head， 答对了 ，what's this？CU， 对，这个 click time， 最后这个不是屁股懒泡，是 click number，OK，、okay， 今天的泰语教室到这里喽，学会了吗？拜拜，안녕。